家好，我是小花莲爱丽丝。远距离恋爱中的大家都还好吗？从三月份到现在，我基本上目前应该算是四个月，没有跟远距离的对象见面了，这样子。那每天都是大概就是用视讯那种方式，这样。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呢？我记得我上一支影片的时候，我就在那时候是在讲说远距离恋爱要怎么维持。那其实，在影片里面我有讲到说，我可能过阵子我要来分享一下，以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我觉得可能什么样的人会比较适合远距离恋爱这样子。那其实今天的影片，我就是用我过往的经验，我大概有抓出可能我认为有这四个特质的朋友。他是比较相对来讲是比较适合远距离恋爱的。那当然也不是说没有特质就不适合，那只是我觉得有这四个特质可能会比较享受远距离恋爱这样子。那我们就赶快来看看是有哪四个特质，大家也可以看看自己是不是拥有那些我讲的这四个特质哦。好，那第一个就是有自己的兴趣爱好，而且很专注的执行并且享受其中的人。通常有培养出自己的兴趣爱好，而且很乐于去执行的这些朋友们，他们除了工作以外哦，就是他的生活里面还有一块是专门否自己的兴趣的。比如说下班的时候可能会去上茶道啦，或者是周末去学画画，或者是学各种语言，或安排各式各样的课程，不管是 whatever， 不管是什么样的课程，就是自己想要去接触的一些新的东西的时候，这样子的人通常他的自主性是比较高的，而且生活来讲也是比较有多样性一点。所以这样人你可以很轻易的发现说，其实他们会发工作爱情并不是他们生活的全部，他不是用工作跟爱情直接把生活就是二分法，下了班之后就是爱情，并不是。在他的生活里面有很大一块，就是在工作爱情之外还有一块是给自己的兴趣的。所以这样子的朋友，他通常啦，在面对远距离恋爱的时候，基本上他比较不会有那种因为太寂寞而导致忧郁的状况产生，因为他其实他的生活里面，他工作完之后，有一部分，如果爱情这个部分暂时没有办法平衡，他还有其他的，他还可以很 focus 在自己的兴趣上面。这是第一个特质。那第二个特质呢，就是可以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这样子的朋友。有这个特质的朋友基本上个性通常是蛮独立的。其实我自己是这样子的人，就是个性很独立，就是我可以一个人吃饭、逛街、看电影、旅行，我可以一个人去做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而且在没有旅伴的状况之下去旅行四五六天，我依然就是非常的怡然自得，很自得其乐这样子。那其实这样子的人他是很能够享受独处，所以这样的朋友他是非常可以在另外一半长期不在身边的状况之下仍然就是活得很快乐很滋润这样子。这是第二个特质。那第三个特质是什么呢？就是非常需要保有自我空间的朋友。有这个特质的朋友顾名思义，他基本上就是妥妥的，不管怎么样他就是永远都要有自己的时间。不是说他孤僻，不是说他不喜欢群体活动、群体生活。举我自己的例子来讲好了，其实我也可以跟朋友，我也可以呼朋引伴的，我们去海边玩、去吃饭、去唱歌、去干嘛的。我很适应这种群体的生活，或者是群体的邀约，但是，我是非常非常需要有自己一个人自己独处的空间跟时间。尽管我也可以跟朋友们去疯，但是我还是会需要有一定比例，在我的生活当中我需要有一定比例那样子跟自己相处的时间。所以
我觉得这样子有这种特质的人真的是很适合远距离恋爱，因为他其实很懂得怎么跟自己相处的人，其实他也非常懂得怎么跟寂寞相处。来，第四个特质是什么？第四个特质是有稳定的工作并且经济独立。其实很多人会疑惑说，我谈个远距离恋爱为什么我会扯到钱这件事情，好像有点太俗气了这样子。其实不是，这真的是一个相当实际的问题。为什么？大家听我说好，你看哦，远距离恋爱基本上不管是国内远距也好或者是国外远距也好，当一方其中一方要移动到另外一方的城市或者是国家的时候，要不要交通费？要嘛。要不要住宿费？要嘛。而且哦，国际运费超级贵，如果你手边没有点钱，基本上你就没有办法随时哈，就是寄一点小东西，就是让对方感动一下。你这种事情是没有办法经常去做的。所以如果说你没有稳定的工作，你经济不独立的话，你基本上就只能依靠另外一方移动过来找你。其实，我个人是认为长此以往，这段关系它是会有一个比较不太平衡的，会处在一个比较不平衡的状态啦，这样。所以其实我个人是认为经济能力这一点还是必须要考量进去的，因为远距离恋爱说实在真的是蛮花钱的一件事情啦，我自己是认为。那以上四点啦，是我综合我自己的经验还有我观察到的一些状况，就是归纳出来，如果有这四个，我刚刚以上讲的这四个特质的朋友，我觉得他是比较适合远距离恋爱的。好，我们再复习一次这四点。第一点，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并且乐于去执行且专注其中。第二个，可以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第三个，需要保有自我的空间。第四个，有稳定的工作经济独立。其实不管是正在远距离或者是正在考虑要不要进入一段远距离关系的那个各位朋友，你可以参考看看自己是不是拥有以上的特质。那如果说以上都没有以上的特质，不代表你不能远距离哦，这只是我自己的经验。那其实肯定也有跟我有不同经历的朋友有不同的意见这样子。那只是我觉得这四个也许可以参考看看，或者是你可能目前已经在一段远距离关系里头，但是你觉得有点辛苦有点累，因为很寂寞，这个时候我觉得也许你可以看看这四个特质里面有没有哪一个是你现在稍微努力一点你可以达到的。比如说你现在开始培养兴趣，培养你的爱好，其实也不晚啊，对不对？你现在开始学着跟自己相处，跟寂寞相处，其实也不晚。好，如果说目前就是现在开始培养这四个特质的话，其实我觉得也许可以有帮助你缓解一些在远距离恋爱里面所产生的或是所感受到的一些负面情绪，也许有助于梳理你现在在这段远距离恋爱里面的不快乐，也许可以让关系发展的更顺利，也不一定啊，对不对？那希望这四点啊可以提供给比如说想要远距离啊或者是正在远距离当中的朋友一点点小小的帮助这样子。然后这几天啊，就是其实也不是这几天，这一阵子齁，从上一部影片到现在，这武汉肺炎的那个状况其实还是没有好转。台湾当然是基本上我觉得现在算是还蛮稳定的，虽然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啦，可是台湾现在目前算是稳定，但是其他国家一样仍然在水深火热当中这样。一个月又这样过去了，所以真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飞机我们可以很安心的出国这样子，可以很安心的跟
自己远距离的对象见面这样子，但是没有办法，这事情是全世界的人大家都在忍耐的，所以我们也只能加油忍耐。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如果还有什么我有想到一些关于远距离恋爱我觉得很值得分享的事情的话，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就可能我再放在下支影片这样子，那我们就拜拜啦。